刚刚副市长呢在之前有说了，希望明年办一个百万人次的跨年晚会。是，今天晚上我们已经破纪录，是里面没有办法超过12万人，对，不可能超过，不可能。第二现场的朋友，你们好，那里也有7万人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天上，第二现场。是的，一起给他们鼓掌问好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好，所有台上的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走来走去找不到荧幕的，还有10000人，还有10000人。所以刚才是媒体告诉我，今天晚上20万人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你们是每一个20万里面的每一个人。你想说还有进不来的，那你把进不来都算进去，就70万人了。真的，进不来的不用算了，对吧？是，而且市长今天还有2个电视台一起同步转播，加上电视机前面那些观众朋友，我觉得应该已经有100万人了。再加上广播啊，全部加在一起了。告诉你，刚才好几个表演的朋友告诉我，对，他们有的人在赶场，觉得台中的朋友给他的感觉最热，他的 feel 最好。安利大家，台中的观众有气质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台中的朋友最嗨了。哎呦，我们真的很希望每年台中现场的主持人也普通普通啊。市长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们也希望每年可以跟你。对，太老实了，我们很尽心尽力。我们在刚刚市长还没到时候，已经许了心愿，说2010年我们的心愿就是明年跨年再来。2010年，大家都在这里相见，好不好？是的，谢谢市长不计前嫌，虽然我抱过咬咬了，还是愿意明年大家再相见。感谢市长。好的，各位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把待会呢准备要倒数计时，我们的计时球呢要已经拿出来了。2010年，是的，那待会我们在倒数计时的时候，各位剩下1分18秒，一分十八秒。是，那么待会呢，各位赶快准备好您的位置。对，旁边的爱人，你的老公，要向旁边的人说 Happy New Year。而且呢，讲完 Happy New Year 之后，要跟你旁边的人紧紧的抱在一起。是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不要站在你旁边。好好，不是抱你怎么？不是，不要这样子，我会派一位代表出来跟你抱啊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请市长，还有我们的副议长，还有我们的潘总经理，群建潘总经理，还有我们的宝辉建设苏总经理，好，我们一起，好，来，来，李董事长一起来。我们待会呢，李董事长来，我们待会呢，最后倒数53名一起启动，好吗？好，现在手先放开，手先放开，已经剩下30秒，一起来，30秒，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1 Happy New Year！ Happy New Year！ 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
们每次跨年升起倒数计时迎向新的一年的同时，心中除了感动以外更有很多的期许，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把握珍惜这个时刻，迈向美好的一年。没错，希望